成最近危机四伏，赤珠破裂，妖邪祸乱人间，残害生灵。我要让你们坠入这恶灵深渊之中。这三大国，自己啥也不懂呀。从今天起，就是战友了。得罪你，你忘了。 弟弟，我这几日都不曾出门。当别人面的时候，别再叫我殿下。好的，殿下。此事非同小可。如今箭在弦上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你如果回头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此行艰险，我们只能一往无前，绝无退路。 拯救苍生的使命，就交给你了。只要不放弃，谁都打不倒咱们。就算是前方妖魔鬼怪，我们也陪你披荆斩棘。我相信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解决明海之危。交给我，向前冲！